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九十分钟绝无冷场，唔系进攻足球，亦唔系防守足球，我哋系花生足球。喂，大家好，大家好，星期四晚嘅花生足球啊、yeah.，Roger， 今日嘅呢个录音室里边有啲唔同嘅情况，有古机，有古机好正常啊，系大家好、啊，古机好耐冇见啊，个零月啫，鬼叫佢人要去咩啊？去貴州啊，又去泰國啊，又翻廣州啊，咁就咁啱啫，搭條線過啫。咁你睇半場啊，係咪？咁但係咧，呢度好似從未出現過一種聲音。咩啊？咩聲音啊？一種唔係來自雄性動物嘅聲音。唔係有㗎，嗰期做世界盃嗰陣時咧、那個，我叫過。但係嗰個係外線節目啊。外線有外掛嚟㗎嘛？呢個係。你當係啦。外掛節目啊。开声开声开声咗啦，出声啦！你要出介绍自己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楚玲，楚玲好啦，咁啊，系啦，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好消息啦，第一个好消息，我哋竟然有有女主持，咁唔知系咪啦？咁可能觉得唔可能唔做咧，咁咪你咯吓，你唔系呢个我唔知系咪好消息，因为我就打算咧，唔系打算系决定咧，咁啊做埋六月咧，咁就会。离开花生台啦，或者我最多搲到佢咧，做埋欧国杯咁样少少啦。过六月咪欧国杯咯，搲咗，即系个意思系啦。我而家手上三个节目我都唔会做噶啦，系啦，会慢慢淡出呢、這个呢、這个世界噶。咁啊，原因我好似冇同你讲，应该系中咗六合彩咪今晚，已遇上自己做咗六合彩。做咗六合彩就净系唔做网台啊，即系太。咪先做网台啊嘛，应该点样算系嘛？自己开噶啦，系啦，即系原因嗰啲咁啊，迟啲先交代。冇人关心，有啲人关心嘅，唔系你可以用，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啲，即系譬如我上次网嘴有啲会人听众都关心我哋噶嘛，我多谢啦，最开心啊，真系，你关心下朱 Sir 咯，你将来要可能要系啦，相依为命可能应该一段长时期要阴公系啦，因为我哋都即系翻足球又唔系即系劲受欢迎嗰啲节目，但系都有啲朋友留意我哋噶嘛，系嘛，即系我哋出去走撞，有人话。有聽呢個節目，有人都問啊，都要同我啲朋友再慢慢交代啦，咁樣啦，咁啊，嗱，即係今日開始就倒數八集啦，我就，總之最後一集咧應該係六月三十號啦，係啦，喂，六月三十號有意思喎，因為我哋通常計一個球季完結咧，啲 contract 啊，啲 end contract 啦，所謂嘅，係啦，點解計新球季七月一號就係新球季，係啦，係啦，有意思啊呢個日子，咁啊睇下下一季有咩新陣容啦，有咩新陣容啦，新波衫啦，新人上場啦，楚玲咁樣啦。咁啊嗱，可能嚟啦，你記住啦，你唔係做呢個笑袋㗎，我唔係知你笑㗎，你要做嘢㗎。係啊，我哋唔係好似嗰啲咩米布拉拉嗰啲咁樣咧，哦、即係嚟陪笑咁樣，或者嗰啲瞬間讓嗰啲咧。係啊，跟住就即係迪基迪拉又搞錯迪基亞嗰啲咧，或者美斯又高大靚仔嗰啲我唔要咯。係啦、啊，冇錯。係啦、啊，即係唔打算去做呢啲。不過放心，慢慢嚟，足球嘅世界。永遠都係，而家尤其女性喺足球世界裏面都開始越嚟越，冇錯，係咯。咁大家睇牛丸，牛丸你知邊個啊？死啦！你知有個女教練，即係東方足球隊，係啊，陳婉婷，係，合格，合到全名，哇，好超勁，我而家覺得超勁，有全名喎，我都記得錯，就係嗰個，係，咁得啦，咁得啦，嗱，合格啦，呢個女主持啊，不過真係嘅，仲有。我哋偉大嘅開出仲有個董事叫咩名話？阿羅太嘛。哦，係羅太。阿羅太嘛，羅太邊個？羅太啊？一個人啊。啊，唔緊要啦。啊，但係咧，我覺得咧，就算依家個實力唔足夠都好咧，即係將來變成點咧就未知嘅。係呢句。係啦，即係好似咩？好似我哋喂呢、這個禮拜。李斯亞城大曬啦，即係你鍾意好唔鍾意好，應該全個英超19隊波都寧願佢贏，都唔會係熱刺贏嘅。係啊，即係冇人鍾意熱狗嘛，都係熱狗不嬲俾人打壓㗎嘛嘢。係啦，冇錯啦。我哋就即管而家就莊園就係即係呢個禮拜一定，即係歐聯我四強我都唔點講啦，即係我哋就一定講李斯亞城。因為你四強都知都係西班牙打俾三年前嘅一個對退。係啦，講完啦，講完。咪嗱，我一開始咧，我唔想即係咁技術分析啊。哎呀，佢又点玩才技啊？就哇，点样去悭钱啊？点样做到嘢啊？点悭钱啊？啲战术点打啫？我唔想讲呢嘢住先，但嗱，即系一个咁金钱挂帅嘅足球世界啦。而家咁，其实我想问朱 Sir，
或者啊古基点睇？即系李嘉诚、罗英超或者古基讲啦，即系因为即系李嘉诚好长时间喺低组别联赛打滚啊嘛。嗯，你有咩即系好感性，即系感觉嘢得噶啦？阿古基讲先啦，古基讲，我估唔，但系其实。在英超嚟講又唔係真係咁窮咯，如果李斯成個財政嚟講，即係相對穩健㗎啦，係啦，即係喺意大利又好，西班牙又好，你中下又已經講緊窮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冇糧出亞視先話，係啦，經咗危危富咁樣，黑池嗰啲係啦，係啦，咁李斯成就即係作為一個自己感覺啫，即係唔使分析嘅，係啦。我感覺當然是好啦，即係可以打破到咁嘅壟斷啦。咁尤其是喺英超相對嚟講有幾頭馬車嘅情況之下，即係唔係話德甲啊或者法國啊巴黎或者拜仁冧咗，其他會有人補上。咁我哋已經覺得好驚奇嘅，即係呢兩隊冧咗已經好驚奇。但係英超有幾隊爭嘅時候，其實即係冇諗過係有隊弱旅係可以。咁樣去爭到冠軍先啦，唔好諗下早幾年德甲有個半程冠軍好開心啦。係啊，唔係有人攞揸你總之甩將拜仁踢走咗已經係好開心。半程啫喎，人哋都而家都去咗邊啦？科隆都好似排咗頭三喎，德甲係嘛？我記得係。你唔好你話牛古信啊，攞到你話古信已經叫邊緣人都好開心㗎啦，即係嗰種感覺係即係已經係嗰種感覺咯。嗯，朱 Sir 咧，其實冇最重要嘅就係證明咗有時候。足球系咪真系纯粹用钱去砌出嚟嘅啫？嗯，咁当然啦，喺我游戏里边，我都想宁愿有钱嘅嗰、那个嘅金手指督落去啦。但系明显见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见到足球嘅可观性已经唔系话早几年我系最着重于我买边几个大牌球星翻嚟就搞掂件事咯。嗯，呢个系对于成个足球发展会有一个好啲嘅方向，即系话同埋资源我成日讲嘅，我用一个比较。即係香港某球隊嘅領導階層同我講嘅嗰個説話好笑嘅就係、是、使咩先教練嘅啫？求其揾人教咪得咯，啲球員踢噶嘛。嗯，我係呆咗嘅。咁唔係，咁你睇下車路士。唔係，咁問題你本身你球員當然你一定水準啦，你唔可以揾外踢，咁啊即係暈低啦。但係問題你起碼你個教練係會將隊波提升到一個層次。系咯，圣杯今日点睇啊？楚玲姐，楚玲姐，你可能就即系对李斯嘅时候感觉冇咁强啊，你唔系跟开啊嘛。但系你睇完即系嗱呢个礼拜铺天盖地，你推佢哋咯，洗版系啦，洗版。你有冇睇过啲？系咯，你自己觉得点咧？我未听过，冇谂过会赢到热刺，因为热刺个名都几熟噶嘛。细细个听过呢个名啊嘛，梗系啦吓嗰阵时。但系问题，亦即系。其实热刺一路嚟讲都系一个几奇迹噶，因为你队波路都系叫做佢唔会好低成绩，但系你四五名啊、五六名嗰啲就喂佢嘅理想位置啦。阿仙奴就年年争前四，佢年年争唔到前四啦，系啊，即系永远系五六名就好正常。喂，但系佢都系有钱噶、啊，你讲热刺系咯，有啲你同李斯特成比咁一定啦。我话你讲埋，你去入货嘅时候，你见到热刺一样系相对讲大。但系今年热刺咧，我可能会拨少时间，有机会睇下啲今日做到，唔系下昼都做翻啫。我会赞热刺今年。小心熱刺，小心熱狗，小心熱狗系啦，小心熱狗，出年就嚟噶啦。喂，我讲埋我嘅感受先啦。我起码咧呢个礼拜我都会好中意李斯特成嘅，因为咧呢个礼拜嘅话，礼拜点算咧？佢带起咗我喺 Man 级咧，攞咗即系我第一篇有过咗500 like 嘅文啦，我系好多谢啦呢一个首先，跟住带起埋我嗰个即系自己个小小嘅 page， 其实攞嚟答 Man 级问题啫，个 page 都突然间多咗好多 like 啦。咁我首先好多谢啫。我觉得点解大家会中意李斯特成咧？即系点解会为佢咁鼓舞咧？因为我哋睇到即系我哋有阵时点解会睇咁中意睇波或者睇其他嘅体育咁样样咧？因为我哋会喺体育或者系足球入边咧，我哋睇到好多团队精神啦，奋斗啦，去即系为一个为好纯粹地为一个目标，未必系利益嚟嗰、那个，未必有啲咩实际利益，去战斗啦，努力啦。啊，即系呢啲系我哋有阵时喺现实生活咧，好难去即系缺乏，系啊，好缺乏。或者调翻转，你好难凭自己几支力去实现呢个咁嘅梦啊。系啦，即系当中佢哋有激情。其实呢班人，其实李嘉诚呢班人，个班费真系唔高嘅，即系讲紧几多钱啊？我睇翻先，其实得嗰
5400万磅，即系等于一个马迪尔嘅，争啲唔够噶啦，系啊，争啲唔够咯。咁但系你睇到佢啲人嘅背景，譬如华迪本身即系打非职业联赛啦，阿真和特同丹尼森信本身就俾曼联青年军扫地出门噶啦，我唔知算唔算扫地出门啦吓，即系喂佢弃用啊嘛，起码系佢打系佢唔可以喺曼联度打上去啦。系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即系呢班啊过往俾人睇死嘅人，凭住团结，凭住努力。又雲尼亞利用一個好謙卑同埋好務實嘅即係一個方法管理球隊，即係你唔似利物浦嘛，利物浦我哋今季一定我哋㗎啦咁樣，但個問題係其實佢哋即係個實際個問題就係佢哋已經變成一支中游球隊係啊 ，ready 好未咧？你真係好實際，到十月佢阿雲尼亞你仲講咩啊？我哋互吸會啊，我哋啱啱夠四十分互吸，我哋仲未夠四十分喎，我哋仲要互吸喎，冠軍咁樣，跟住冠軍獎金冇依樣嘢嘅喎，係啊，跟住我哋冇諗過佢 plan 有獎金都冇依樣嘢喎，係啦，當然而家送架 Benz 俾大家唔好計啊，聽係咪？仲要揾阿 Peter G 去呢個賭俠啦，維拉斯維拉斯啦，但記住一樣嘢，要識揸棍波。系啦，因为个 Benz 系棍波啊，系啦，真系咁大喎，系啦，咁其实我都好欣赏云尼亚利嗰种。不过其实咧，咁我又会差一句嘅，今年同李智霖打到最近嗰队就系二次啦，系啦，二次系普智天奴，其实都系一个几 humble、几谦卑嘅一个，系绝对，即系佢唔系一啲话迷咗位。得㗎啦，二次而家五六位，我就提升咗三四位啦。一个问题系咧，越大声嗰啲越写快咯。唔係啊，我啲領隊全部好似做保險㗎嘛，我 MDRT 咁樣嘢咁樣，跟住如果啲領隊就，哎我今年三冠王啦，喂你做唔做到？你真係係咪做到先？你又三冠，你又三冠幾多冠啊？大佬啤酒咩六冠加埋咪咯，喺度管到冇？咪由獎杯加埋國際冠軍球會，即係嗰啲濕膠有多加埋都唔夠半啊！多加埋都冇三冠，大佬。唔係，係咪先？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呢、這個又好好所謂嘅目標為本嘅，即係做任何而家，即係我見到好多好多行業都話。即係教育界都係講一句㗎，無啦啦咩呀優質教學啊咩咩嗰啲嗰啲教學 band 啊出晒嚟啊。十條 A 輕輕鬆鬆咁樣。唔係唔好講呢啲叫補習社嘅口號啊。新城嗰啲豬肉醬。有都有冇咁多大呀啦。有冇咁多豬肉醬先得㗎都要世界上。喂見到一家學校出面掛 band 啊 band 掛咩呢哦，乜乜乜比賽，冠亞季軍，入學率幾多 percent？ 呢啲唔其實我未講完，即係因為點解大家咁中意李嘉誠？喂，其實大家可以喺李嘉誠身上咧，係睇到即係體育嗰純粹嘅，就係我哋係其實我哋雖然睇到即係大家喺競技上面有唔同嘅優勢啊，或者力量啊咁樣，但我哋更加睇到嗰種咧就係嗰種。即係精神上嘅感染力，其實我喺李斯克成嗰度揾到啊！即係就算你話係啲強隊咯，可能曼聯攞冠軍，大家未必咁開心啊。應該啦，你咁多錢，個個都國腳係咪？應該啦咁樣。李斯克成呢班即係 underdog， 憑住即係團結、努力啊，即係激情，咁咪攞咗冠軍翻嚟咯。喂，咁依叫即係大家想喺大家個心靈上嘅彌補之餘咧，最重要係將件事你能夠實現。當然。雲尼亞利呢一種嘅功力呢都係磨劍磨返嚟嘅。我成日會講你由車路士炒佢嗰刻開始。其實摩連奴嘅盛世係由雲尼亞利去打咗基礎。因為好多人都係佢提拔或者買返嚟，即係好似佢搵咗泰利做隊長啦、啊、林伯特就拉上一隊啦，獅子佢買返嚟㗎啦，獅子基利利。你而家用緊我哋都要。係啦，杜夫啦。係啊。杜巴就好似唔係佢買嘅。係後咗少少嘅係啦。祖高爾好似係咪佢好似都唔係。放心啦，早啲而家走去打美國。洛賓好似係啦，係啦，洛賓就係啦，係咪？華朗啦，雖然唔係好成功啦，係咪？咁但係華朗老實講，佢係唔適合風格啫，買錯嘢。直頭唔適合英超啦，係咪？唔適合曼聯同埋車路士啦。任何英超都冇揾佢嘅真係。係啦，喂，同埋呢樣嘢真係嘅，佢做個奠基者係一個好嘅。我當然啦，有笑話叫保胎佬啦，可能聽過啦，保胎佬啫，唔知係，即係擺明就係有鑊先去保啦，孭咗先啦，咁。但系呢样嘢令到真系喺成件事嚟讲，佢系做咗好多嘢，例如去罗马、去到意大利都系一件好嘢啊。嗱，其实咧礼拜一咧，我听咗阿昌昌嘅节目，阿德康汪就话阿昌昌喐我，其实佢冇喐我，佢系 call 咗呢段嘢，就话云尼亚利咧系一路走来始终唔得嘅代表，但系我系唔认同嘅，
我哋都唔認同啦，係咪先？點會唔得？點會一路蔡少唔得咧？嗱，佢有唔得，佢有唔得，有唔得過，但係唔係一路走落都係始終唔係嗰腳白鴿咁樣噶嘛？佢一路蔡少唔得，佢中咗兩個字啫，唔得啫，即係有時啫都係。咁嗱，你諗下，佢帶領即係啱啱降咗二月，即係由二月升翻上嚟嘅祖雲達斯攞咗歐聯資格啦。教羅馬嘅時候一度落後國米摩連奴嘅國米15分，然後追到反級反超前一分，雖然仲有都冇冠軍，又跌翻落嚟。係啦，然後教國米成績都好似幾唔錯啦，我記得啦，我唔記得實際係點。都唔算差啦。係啦，喺華倫西亞都有人衰，佢衰啲算華倫西亞算衰嘅。華倫西亞算衰啲，但係都贏過國王杯啦。咁但係問題佢波就直插俾人炒啦，焗住啦。係啦，冇錯啦。其實咁即係其實同埋佢攞嗰啲杯咧，都叫係。即係難聽啲講，唔係飛機杯先啦。喂，佢都真係即係重要嘅。佢唯一真係會俾人插嘅 CV 就係希臘國家隊。希臘國家隊係啦。咁但係你輸俾法羅群島係唔係問題嘅？咁輸俾法羅群島真係好難，好難炒嘅。希臘嗰手牌就真係，即係輸法羅群島真係好難。你問下楚靈輸俾法羅群島喺邊度？我考地理開始，法羅群島係歐洲邊度咧？假嘅其實。其實我哋都唔知啊，唔好意思。咁我哋知係喺歐洲啦，就係。哇！法羅群島都唔知有冇搞錯啊！我真係唔知。但係一樣嗱，嚟英國對出仲要搭三個鐘飛機嚟方。英國係咪英國同挪威中間啊？好似應該英國、挪威同埋冰島你三個人中間嘅位置，死未？嗯，問你死未？啊，直布羅陀啊，只係嗰啲西班牙附近啊。咁啊，你諗下英國同挪威同埋。冰島嗰、那個三角位嗰、那個位係啦，你講起個希臘國家隊嗰個失敗咧，其實佢都好直接，佢今次都有大方承認喎。佢認自己，喂，其實我一啲都冇變喎，我只不過我到而家都仲係俾嗰個俾呢個希臘足總掃地出門嗰個男人喎。不過冇啦，你哋都唔記得㗎啦，而家咁樣，即係佢係我哋講嘅啫，係我哋。好就好在一樣，即係佢唔怕面對自己過往嘅失敗，即係有啲人話：哎呀，你唔好提呢啲啦，即係咁鬼混混咁。都係佢冇喎，我又係嗰個人啦，咪又嗰條馬佬咯，六幾歲嘅喎。係啊，我都係咁咯。早兩年啫嘛，我記得，係。係啊，咁即係呢個係我覺得都係佢成功嘅一個要素嚟。當然，以前有，但係我哋即係一路我哋睇強隊嘅領隊咧。一輸波啊，又炒下拆，係啊，哎呀，最衰個球證啦，哎呀，嗰個人又唔知踢成點啦，哎呀，你又拍巴士咁樣，喂，佢冇嘅喎，佢輸俾曼城，淨路啊，互級啫嘛，我哋對阿仙奴輸兩場，係咯，和到執到啦，贏埋，喂，正啦，咁樣對阿仙奴輸咁樣嘅喎，喂，一路嗱，成隊波，你真係成順風順水嗰陣時咧，第一輪大炒俾阿仙奴大炒唔俾二啊嘛。系啊，喂，阿仙奴系唯一双杀呢个李斯特城嘅，所以咪有机会亚军咯，劲啦，但系都唔需要噶啦，所以咪要刘云加咯，需要第四名噶啦，而家先讲。但系最重要嘅就系佢输嗰场，如果一般领队见到咁嘅情况，梗系捉人制气嘅。嗯，系啊。喂，我哋波顺风顺水啊，好似摩连奴咁咯。跟住话最衰依法，你走出去，你系咪做咩唔得阿泰尼咩咩？系咯。夏塞特都冇傷，你走去睇佢做乜嘢啊？我咪打少個咯，即係會咁樣。唔係，即係仲好多好多嘅理由，或者話，喂，硬你有球證啦，嗰球波唔係越位都咩㗎啦，拉人啦，唔係拉人就咩啦？喂，總冇呢，即係冇賴定硬先啦。嗯，係咪啊？無論佢係成功失敗，同埋過咗嗰場之後有六七場嘅順利，佢都依然係話，我都係攞住一比零、二比零咁，都係。能夠贏到波咁解啫。佢有轉過打法嘅，因為我哋一開波一開季嗰陣時候，我哋開始留意佢頭五場好似連勝定不敗嗰陣時候。係不敗嘅時啊，已經留意緊佢啦嘛，但係場場都失波嘅。係啦，場場失波咁然後係去到好似十月度先至開始唔失波啫嘛。但唔係又雲尼亞你就找條即係請食 pizza 數啦嘛。係啦，因為其實嗰個 pizza 位啊，聽過 pizza 數未啊？因為雲尼亞你就話咧，即係因為佢頭李斯特城頭兩個月嗰啲波咧，贏都好贏和，但係咧就場場都有失波，都失的一兩球以上嘅，都多嘅重要。咁雲尼亞你就話啦，如果你哋攞到第一場唔失波嘅比賽，我請曬你全隊食 pizza 咁樣。去 pizza 客啊？唔係，嗰啲球員自己整嘅要，係自己，佢買個餅雞翻嚟俾你讀嘅啫。李斯特城個 YouTube channel 有條片，即係嗰啲人啊一齊整 pizza， 個餅底就唔係自己揈嘅，你啲鬼佬嗰啲餅底係買咗。個餅底真係自己揈嘅都要，係咪揈埋？係啊，條片要整，咁嚴重啊？係啊，好 OK。好容易揈咗定。唔係你對咪喂？對咪嘅，啊點樣啊？揈落地？好食喎咪。
系啊，我有时候我食好开心啊，几开玩啦，呢个系一个精神噶嘛。阿江崎慎司啊，整好开心，跟住佢唔整寿司算好彩。系啦，咁系讲整寿司应该得佢先整嘅啫。讲翻正先，咁但系下半季咧，其实佢七九个波，系啊，全季失九球。下半季九球波，上半季系25球，十九场里面失九球波，失九球。而家系喺英超入边失球第三少嘅球队。咁問題啦，一樣嘢始終啦，咁當然佢，但係好得意嘅，下半季比到咧好多時1-0嘅，一比零就呢個好緊要，令到佢哋波亦都係有嗰個叫做有啲人話1-0係咪玩㗎咧？咁其實講真，以佢嘅功力係咪全英超賽？唔係華迪一個啫，主要華迪係咪？唔止嘅，即最主要入波為華迪啦。咁嗱，真和特就喺後場，烏魯瓦啦，有好多烏魯瓦咧，好多係烏魯瓦其實都唔差，上季都已經叫做站露頭角，不過今季係華迪特別 fit 啫。系啦，系啦，乌龙亚就要帮华力做啲叫开山劈石功夫。系啦，仲有马列斯啦，即系呢个摩洛哥脚呢、這个摩洛哥人，埃及利亚，埃及啦，埃及阿里及利亚人咧。喂，有一个好重要嘅嘢，我会讲，佢而家成为咗英格兰嘅足球先生啦，即系球员先生，球员先生啦。咁佢本身有几样嘢系令到队波系有咗嗰个活力、联系性之余咧，佢能够将。一路嚟講，你會覺得李斯特城係爭個叫做法板人，雖然佢唔係一個正宗嘅法板位置，嗯，但係佢能夠將隊波帶領到嗰個速率係好咗，嗯，同埋呢個球亦都唔係話大家好已經係哇呢、這個係咩神人啊咩妖人，唔係，佢本身係一個都好簡單嘅非洲裔球員，嚇、啊，咁講真，如果好老實講，其他球隊嚟甚至會唔起眼，唔要。其实呢个就更加即系啲人，其实呢个咧就更加比华迪眼前一亮嘅呢、這个球员，因为前季咧啱李斯特城英冠升上嚟咧，咁 Twitter 就即系其实呢个好出名噶啦，即系英冠笑话系啊，系买呢个啊，喺唔系系咁样喺英冠度升上咧买呢条友啦，咁因为阿马利斯之前喺法乙度打噶嘛，诶乙啦，仲要系啊，咁跟住咧嗰啲球迷即系知道买呢条友咧，就喺 Twitter 讲 Who the fuck is this guy？今日仲讲呢条友，呢条捻样边个嚟噶？唔捻识波吓，佢未讲埋。边捻个名？乜捻嘢马列斯啊？顶都未串喎。系啦，咁但系今季就入咗17球波。不过唔好理啊，你知曼城嗰啲人都话边个唔得噶啦。系咯，史达尼姆好大支嘢噶，旧年系嘛？喂喂，利物浦唔 Q 练波啦，都唔会有冠军噶啦，咁系啊。系啊，跟住嚟到 OK， 跟住连咁啊咯，连奇文宝又话咩啊？迪布尼嗰啲，迪布尼啊嘛。早知唔鬼买你啦，系咯，又系嗰啲说话。球迷啲有时讲嘢又好好死嘅，唔系都仲要讲到个人就系阿简迪啊，就系啊，呢个法国嘅防守中场啦，嘅全系全英超拦截数目最多嘅球员。因为不过佢真系焗住最多嘅，因为咧系佢系第一个扑上杀波嚟搞，吓，所以系最多系佢啊。啊，即系所以法国都系出得多呢啲防中啦，就系、是。我唔系其实一个传统嚟嘅，你甚至乎你马基利尼开始啊，之前嗰啲。系维拉，哇维拉系啦，系一大堆咁嘅，其实佢系好善于做一个只要法国人嗰、那个，虽然佢喺足球生活上好浪漫，足球上好实际嘅，即系佢哋永远你睇法国波里边都会揾一个咁嘅球员咧，每一代都有。嗯，原因就系佢希望喺中场逼甩呢波，先至让嗰啲秀丽角发嘅人士咧有空间噶嘛。嗯，咁所以一定你要揾一个叻嘅控球嘅。总有一个工兵帮你去铲呢个世界，系啦。咁、我哋都要讲下季嘅。喂，阿楚玲，即系你嗱睇啲资料啦，大家知你先成咩球队啦，系咩类型啦。喂，你觉得下季即系佢，即系嗱，你觉得即系你对佢有基本认识，你觉得下季仲做唔做到呢样嘢？即系仲有冇英超冠军攞？唔系，冇英超冠军，你讲下季会点先啦？系啊，都 OK 嘅，唔系 OK， 我相信唔系昙花一现嘅。咁犀利，唔系昙花一现。不过嗱，我要俾个小背景资料你。咁出年咧，佢要代表英格兰咧去打欧联噶咯噃。欧联即系一个欧洲赛啦，咁啊即系冠，即系对皇马嗰啲啦，好简单啦吓。啲再劲啲啊，对每个国家嘅冠军啊，好劲啊，总之嗰啲系好乸劲啦，总之系啦，唔会对南华啦，本身系好乸劲啦，嗰啲系。好啦，咁你会觉得会唔会影响到先？因为嗱，因为咧个，因为。咧佢又多一個比賽去打咯，今季仲要飛嚟飛去嘅呢個比賽。係啊，仲有一樣嘢係周中打喎，即係話有權咧10日打3場波嘅啦，變咗，即係可能禮拜六、禮拜三、禮拜六
禮拜日或者禮拜一咁樣啦。係啦。即係咁樣打法而係。咁當然啦，其實有球隊都衰過嘅，係咪？列斯囉。最出名就列斯聯啦。破埋產。英格蘭有隊波叫列斯聯 ,N 年前你細路女嗰時呢 ,BB 嗰時呢好勁嘅，又叫阿倫史密夫。欸佢十歲咋嘛，你咩坐靈。哦。佢十歲嘅咋，你冇聽個把聲咁大嗰個聽眾。哦。咁呢嗰時有阿倫史密夫好勁㗎嘛。我都唔知去邊度去。講波囉。佢講波。唔係有踢波咩？冇啦。講波嘛，阿倫史密夫同嗰個阿倫史密夫唔同㗎。嗰個阿倫史密夫人話係羅斯棍啦，之前私人係咁搶佢波衫。不 anyway 啦，應該咁講。嗰隊波就算即係打到上歐聯有咩阿茲亞佐都好啦。咁、但係問題因為要雙線作戰，其實西班牙都試過啦。係。好多球隊試過咁樣跌咗嚟啦。維拉利爾嗰啲囉。係啦。跟住。即係好彩就回到級，唔好彩呢跌埋落去咁陣。因為你打雙線作戰導致嗰、那個你嘅兵員要多。咁但係問題同埋喺呢個賽制裏面我都講埋一句啦，因為始終對啲新制不利嘅，話有利、但其實不利。係曼城都捱咗四季先至上 Pool Two， 而家先至出到頭四強啦，咪入到係四強啦，係。係啦，以前大佬喺 Pool Four 嗰時候，野前面三隊強隊。係啦，係啊，三隊強隊咁啲係。係咯，我覺得如果下季打歐聯，其實就即係有幾遠行嘅，行幾遠啦，即係唔好太難睇咯。所以打下就咁多嘢㗎啦，已經係。即係喂，你嗰個陣容真係你冇零分出嚟得㗎。係啊，你其實你話下季即係李斯特城到底可唔可以做翻今年嘅好成績？我就唔係話睇得咁灰嘅，即係話誒降班啦、三線作賽咁樣。咁但我覺得起碼前列係冇問題嘅應該。但你話可唔可以話排翻前四、前六嗰啲咧？咁就睇下泰國佬或者呢個 King Power 肯唔肯崩水啦。咁點睇咧 ？King Power 呢啲咁嘅崩水事件。啊、King Power 你識啲喎、啊，你熟啲喎、啊。好耐 King Power， King Power 都係講錢嘅啫。我明 King Power、Power 係錢咯。互吸啦，其實就我都係互吸，都係喎。哦，是新聞嚟啊你喎呢個，心淡咪即係保守啲啊，係啊保守啲啦，唔好咁咩，始終你講好多線，同埋跌一間跌出去歐冠，你唔代表咩咁可能跌咗歐霸咧，做會辛苦啲。即係跌唔，仲、要彈條遠嘅路，再翻轉。但如果真係如果跌咗落歐霸咧，我係佢就出七連軍打算數嘅真係。求其佢咯，係咯，即係英超緊要啫，大佬。唔係，即係總言之，有啲嘢就要取捨嘅，即係我諗所以維亞利呢種嘅心態咧，佢會保持到落去咧，相信就即係為免機會就係屬於細嘅。但係我又未去到話估機嘅睇法就係去到話要互吸，嗯，應該唔會嘅。可能你咪當呢條小雲絲十名左右無欲無求仲好，係咯，係咪？係咯。咁啊，恭喜你斯一成啦！嚇，講成戰啦，越戰越強。希望啦，下季打好啲啦，希望留得住啲人啦又。人先緊要其實。下一節咧，我哋講咩？我哋講 C 科窩啊，阿仙奴嘅 C 科窩啊，係啊，我哋下節翻嚟啊。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ong Kong Peanut.com， 我係志官。